头顶不舒服啊，头顶不舒服啊，我看到，飞碟在我头顶上旋转，我刚才瞟了一眼以后就发现，飞碟的上面还有一个飞碟啊，然后再仔细看，上面一个飞碟上面还有一个飞碟啊，还有一个飞碟。还有个一串的飞碟啊，连过一连串的，一连串的飞碟哦，然后这个一连串的飞碟，一连连到那个宇宙中心啊，宇宙中心啊，宇宙中心，宇宙中心就是这边啊，再分析我的想法啊，分析我的想法啊，这样呢就可以通过我收集到的这个信息，就知道地球上到底是怎么想的啊。然后有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之类的啊，问题竞争在哪里边啊？要慢慢知道了啊，知道地球人实在太快了，尤其现在，那边那个国家啊，那个国家，就简直是办什么事情都在抢劫啊、敲诈啊，抢劫、敲诈，现在就知道这个是，不是。一个好鸟那些啊，所以他们想办法要解决这些问题啊，要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，才知道，这个星球上的不是互相，你帮我帮你，而是你拆我的台，我拆你的台，利用权力你敲诈我，我敲诈你，然后底层的没钱没事的就过得十分凄惨啊，所以知道了。知道了飞碟在旋转啊，飞碟在旋转，旋转的是把我这边的信息啊被收集走了啊，被收集走了啊，是这么一个情况啊，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